为了满足贩卖人口市场，犯罪分子会在东南亚一些很穷的地方诱拐少女，他们会勾结恐怖分子去帮他们的生意护航，而且他们会行贿当地的官员。这般犯罪分子，他在国际刑警通缉令里面是属于红色的级别。为了你的人身安全，保安局希望你尽快离开香港。但是如果我现在走，就等于认输。那件事你到底有没有份？有证据就抓我。 你有没有算过收了多少钱？自首吧，我帮你转送五点证人。我要立刻带他走，不然他会有危险的。ICC。